能成为全球大视野的一份子。订阅、按赞、加会员，全球大视野直播线上见。其实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哈，它是等于联合国一个一级单位的一个主管，所以它是一个地位相当崇高的主管联合国相关人权事务的一个哈单位的负责人。那再怎么说，他的老板是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国，他是联合国体制下的一个哈雇员而已，而他的身份也要经过联合国同意，各会员国同意的。那么这些位置常常很多国家不让他去访问的，因为联合国很多主权国，他会员说你来，我不太喜欢你来，你干涉我的内政。那这个时候，事实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这么就说，联合国主要负责人权事务的一个哈，所谓的国际公务员了哈。那他事实上能够在这个时间，中国大陆会让他去，本身就非常不容易了。嗯，也就很多国家，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川普当这个总统的时候，是川普曾经对这个国际罪犯法庭的几个职员啊，要到这个美国去调查案子啊，到美国去访问啊。川普说：“你来的话，我就把你起诉，而且拒绝入境美国。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调查美国在这个哈各几个，比如说在这个阿富汗战争里面啊，他们这个军人在阿富汗战场所犯的战争罪行，他们要到美国去调查，要进行案件的调查。那时候美国政府是拒绝入境，川普还口出狂言说：‘你来，我就把你起诉，而且呢，要把你的。’”这个是，所以联合国这一类负责人权的官员啊，事实上很多国家不让他去的。可是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允许联合国人权高专直接到中国大陆去，而且到新疆，是啊，而且是维吾尔区，这个本身就已经非常大的意义。我同意你来，是啊。那我看这个人权高专他自己发言，他也觉得很兴奋，能够到中国大陆去。他去看两个地方，可是北京他不能去，他特别解释，他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很遗憾不能到北京。我觉得他去新疆第一个看这个维吾尔人区哈，那么他是联合国的，他一定有他的专业性，那么他一定所有联合国的官员有一个基本的哈，所以他执行公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什么，叫保持中立，他不能有他的偏见跟中立，这是他第一个必须要遵守。那除了去这个新疆以外，他还要去广州。那我就猜想为什么去广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中国这么大，为什么去广州？后来我联想，我猜推测，因为广州有这个数十万的非洲人，哎，非洲各国的人长期居留在广州，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从人权角度上，他也是。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不过不论如何，联合国的人权官员到世界各国去，并不是很所有国家都会让他很欢迎张开大门的。不过中国大陆能够在这个时刻，在西方这个媒体不断的渲染妖魔化之下，让联合国的人权高专到这个中国大陆，尤其到这个维吾尔，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是有极大的信心。然后也希望大概借由人权高专哈，把他看到的事实哈，然后把这些事实上其他很多这些啊西方的人权工具啊，对中国大陆尤其对人在这个新疆的人权的抹黑跟妖魔化，做一些澄清的作用。所以美国的话已经先讲出来了，美国已经他不相信了，美国已经先警告这个人权高专了。他说意思就是说你到那个地方的话，你都行动都受控制啊，为什么要这样讲？他就怕人权高专出来以后说，我看了大陆基本状况很好，那么没有什么100万人什么什么被什么送到集中营，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我也跟很多这个新疆维吾尔人我都接触了，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在一个绝大部分人就是守法的，他都生活在一个好人权充分得到保障的环境。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人权高专讲出来的话，那美国跟西方国企花了那么多精神的这些话都破功了。所以美国这个国务院啊，我觉得他们现在啊倒是心里啊七上八下啊，很怕结果是这样。
对啊，那个我想问一下亮哥，因为呢就被发现说美国的这些相关的人权组织还率领200多个人权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说希望他改变计划，停止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你不要去访问了。不，这表示美国连跟联合国都不对盘啊。这个我不知道，因为美国事实上他对人权委员会也没有很积极在参加了。我说联合国的啦，所以对联合国内部的一些很多议题的讨论啊，我认为他有很多团体不一定熟悉，那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啊，因为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可是他天天讲这个什么种族灭绝，对，人家就看不是很。这个基拉斯很熟嘛，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他也观察了好一阵子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实际上在讨论人权议题的时候，美国甚至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欸。事实上欧洲甚至包括中国啦，对这些议题都是研究很多的啦。比如说你要提种族灭绝，那你去讨论一下印第安好不好，就人家很容易举出反证嘛，还有你的黑人的状况很多啦。所以事实上我们国际人权的议题并不是美国在主导的，你不要搞错了。是因为我们一天到晚都看到美国的媒体，可是这个不等于联合国在辩论的主题啦，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台湾就都是接受到的是美国的讯息嘛，比如说气候变迁，你也会以为是美国主导的，事实上也不是，气候变迁实际上是欧洲主导的、啊，人权也是啊，所以有很多议题实际上都是从欧洲开始的，那可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媒体嘛，所以你就会以为是这样啊，那因为他都把自己当作中心嘛，所以他的很多的动作啦就不一定会跟联合国一致了。就你会觉得这个动作有什么，这个感觉中方也做了让步嘛，不然怎么让他去呢，对不对？哎，那美国也有意见，因为美国可能觉得这个跟他的战略利益不一致。我觉得美国真的是有一点担心，因为大家记得就是武汉发生了 COVID-19 以后呢， WHO 去调查的那个团体啊，是他们调查报告出来以后美国才说不相信。那这次呢是巴塞莱还没有去以前美国就已经说不相信了，所以这看起来他对于他最后所看到的事实的把握呢事实上差很远。中国大陆在这些年来，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已经请了在中国大陆的驻外使节，还有就是驻中国大陆的使节，还有不同的媒体各个国家的媒体呢，去新疆的人数已经是上万人，就是他让很多人到新疆去看他的情况，主要看的是几个，一个是有没有那个强制劳动，就是关于新疆棉，另外一个呢是有没有集中营或人权迫害，那么第三个就是有没有种族灭绝，就这次所讲的。那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应该都是已经被很多很多人而且是公开的去反驳过了。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他这次如果要去的话，应该不要只去维吾尔人的地区，他应该还要去乌鲁木齐啊、伊犁啊、哈密啊、克拉玛依。为什么我点这些城市呢？是因为过去如果你看这20年新疆的发展是非常的厉害，就是它的经济发展是突飞猛进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看一个地方的人权状况，经济是非常基本的人权，就是说当你吃不饱饭，然后你非常贫穷的时候是没有人权可言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谈的话，现在联合国的国际农粮署就非常担心很多地方会产生饥荒的问题，连饭都吃不饱。所以如果你要去看整个新疆，就必须要连它的经济的发展呢也一起把它放进来看。同时看到这几个城市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呢，不是只有需要劳动的新疆棉，我放在引号里面，因为现在的新疆棉当然还是有去手工去摘棉的这个外地的移工，每年都有移工，可是它有很大一部分是全机械化的啊，所以不是光是只有这一类的产业。事实上呢，它的数字化、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是在突飞猛进当中。如果要去做一个完整的人权的盘点，
那么你当然是要从社会经济还有基本权利的部分去盘点，同时你也应该可以去盘点一下这个地方对于一般人的生命机会有没有提供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那这样才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权盘点。相比病毒共存的话，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所以呢用旺旺水神来防疫，有效能够保护您、保护自己、保护家人。防疫不能等，请赶快上快点购，买的时候记得呢输入呢剩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